这是花露水吗，老师？这是驱蚊还是花露？扫一下，微信扫一下。驱蚊呢？风花客里玩动云山，一看表换你这把妞。你不是随便唱吗？啊，没有啊，我们真唱过这个歌了，我们都唱过。是吗？真的，那个什么突发乱流，突发乱流，突发乱流。抽象啊，这怎么叫这个舞？王侯汉，王王侯。所以我家父母我是不是往好看往好往好往好看往好叱咤风云我人已闯幻中幽默叱咤风云是不是往好看哇这个今晚星星星让他听我们标准吗？评价锐评一下，不玻璃心。问你的，哎，你第一个唱的也有气势一点。天生我喜欢。你的，我满足本事，我满足本事。望盈盈行山径，望盈盈什么读啊？望盈。望盈盈行沙径，太离谱了！叱咤风云我，卡住了。叱咤风云我，我翻天覆地我定我写，是我的法律。这种很像阳光的野狼，的野狼。钢琴小王子，钢琴钢琴啊，就是钢琴小王子。噔噔 ，OK 吗？你比如说我大力吧，很帅很帅很帅。我这样可以吗？那个，你那个也不是不行啊。Thank you.
揸风为我呀。阿兰，咋可不在呀？咋？如果你想起问星星，星星不在，星星。可惜如此亲密，和你在一起，是心中无与伦比的事，日子都会发光，和你在一起，再无聊再平庸都可以。和你在一起，是心中无与伦比的事，日子都会发光。和你在一起，再无聊再平庸都可以。哇哦哇哦哇哦，和你一起。哇哦哇哦哇哦，不堪不弃。哇哦哇哦哇哦，和你一起。哇哦哇哦哇哦。我直接站过来吧。我直接站着了，我不想坐了，我坐不下去了。我这太硬了，我这太硬了。来，坐的凝视，好，昏的凝视。是心中无与伦比的事，日子都会发光，和你在一起，再无聊再平庸都可以。B 硕哥，硕哥，那就好，瑞事儿，完全没声音哎，不是你在干嘛呀？声音大一点的，硕哥，没有认真，哎，硕哥每次他就这样，硕哥每次，日子都会发光，和你在，哈哈，全部消音的，你们不是硕哥每次，日子都会发光，和你在，都可以。哪有，我都唱了，你听不见。确实，帅哥，我就在你旁边，真的是有问题，真的是。太惊艳了，我没有声音出来，没有办法，真没有办法。关系如此亲密，和你在一起，是心中无与伦比的事，日子都会发光，和你在一起，再无聊再平庸都可以。你看住了，哎，说个卡脖子上了，这个没有，唱这么好，我没有说，我没有唱假声，为了声音大一点。和你在一起，关系如此亲密，和你在一起，是心中无与伦比的事，日子都会发光，和你在一起，再无聊再平庸都可以。我要你，关系如此亲密。
跌到正中间摇晃，还在意什么过程？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被着火。要这个，盲猜有千手观音。咚咚咚咚。包有千，包有千手观音。你好啊，我来上课。来，来探班了，我们探班了，学习学习，你受不了了。是节目的一环吗？对呀、啊。不是，在这里找电话线干什么？学习起来。哪里有电话线？哦，找话筒线干什么？上课了，上课了，还在干嘛呀？你唱一遍我听听啊。你们学完了？又得走了，下课了。学完了。你们干嘛呀？我们，树哥加入我们了吗？坐这儿了，上课吧，你们走，上完再走，还有40多分钟，上完再走，上完再走，卢卡斯，来都来了，走了，来都来了，上课了，来都来了，要在一起了，坐着，就这个椅子坐着，把坐着，上完再走，对，听两遍，不要够，哦，听两遍可以了，上完再走，到底谁的错？到底谁的错？在华丽中总要为完美背锅，耶耶耶，屋顶会着火。要王建龙啊！你们先想一个你要把它换的，可以系脖子上。我可以这样吗，老师？我这样可以进口上，可以进脖子上，你可以别口上，往手指上，往手指上面，手指上不行，快，这样不行，不得行，那就正常套手腕上面，系一个容易解开，系头上，可以。魂斗罗呀！你看啊，这个丝巾很长，是不是？你们可以选择这样系，两个重一起。嗯。这系哪儿啊？这个怎么弄啊 ？OK。对对对，你就揣兜里可以不？可以，只要掉出来就好了。打这个吧，对，你把它拽过来，我看，哎，你不动，所以你们俩是 boom， 对，撞了一下、yes， boom， 对，相同翅膀，等一下，
惊呆了老铁，这是什么表演？从来没见过，算是让我开了眼。欢迎冬梅老师。听他说歌写的什么呀？说我歌啊，不，听一下旭儿写的什么呀？你改了吗？我没改，你就是那个。我就那么两句，我还要改吗？让我听听。你就是用的那个。让我听听。你唱，唱的。来两句，听一下你的啊，你写没得？我写了，删完了，让我全部重新改。帅。千古害怕我疯癫，望着前方的光线，白又尖，我闭上双眼，迎接无尽的黑夜。一路的风雪，我全部害怕我疯癫，望着前方的光线，白又尖，我闭上双眼，迎接无尽黑夜。我戴上耳机，依然穿过麦田。为什么烦恼陪伴着我每一天？人生的清澈就是曾经在作祟。妈妈说的话，你给我挡着干嘛？你为什么还记得这事？不记得，就是说了才说的，不能看资料。全部盖上。Simon 是啊，真不想看。说什么了 ？Simon 是一样，点儿都不想看。哎，你俩是？哎呀，没有啊，我放这我看不到，老师，我近视，老师。那你盖过来，既然看不到，何必？不是，我白色的养眼，你知道吧？好痛！白色的阳影，放的光线，白又尖，我闭上双眼，迎接无尽的黑夜。一路的风雪，我全部害怕我疯癫，望着前方的光线，白又尖，我闭上双眼，迎接无尽黑夜。是没拿麦而已，老师。不是忘了。为什么烦恼陪伴着我每一天？你说那是上帝的恩典。我说过那个我还学不来。妈妈说的话，他是压拍，老师压拍唱法，我跟你说。我把眼睛只给记录在上面，记录的蝴蝶跟着飞。我拖着我的行李箱，未来刚再见，紧闭着双眼望着地平线。有间多煎熬，我也不会再选择妥协。白有间困难，唱这个就轻松破解。没错，老师没错，没错，老师，我是自己的拍子了，你知道吗？跟着音乐的感觉走。真的吗？我觉得毛哥下边就对了。下边绝对就对了，老师。我们有团伙，放音乐，我们就要一起下班，老师。没问题。即使他唱的九点错了，我们都要唱。没问题。对。毛哥，绝对错不了。我也不会再选择妥协。白又尖，多困难我唱这个。哇，可以，可以。困难我唱这个，没问题了，没问题，真的没问题了。白又尖。毛哥，白又尖，多困难我唱这个就轻松破解。一路的风雪，我全部害怕我疯癫，望着前方的光线，白又尖，我闭上双眼，迎接无尽的黑夜。毛哥的，来，真下次，有了，下路。单手的动作。妈妈说，对，老师，我们拿着这怎么怎么？单手动作，就是单手就好。闭上，拿着它怎么单手？对，好来，下地里来，准备。转完了以后，左腿对地。好，五、六、七、八、九、one, two, three, four,然后看。
说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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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